好了，我们先披下来，手也洗好了，好，手也洗好了，来来来，我检查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很干净 ，OK， 很干净，好，好了，拿出来。拿出来，这画后尾啊，这个要怎么拿啊？会粘吗？不会，它不会粘手。哦，我懂，就是不要这么客气了。对，像我来，像你弹钢琴一样，包哥来弄一下啦。对，放下去推，推开就好。对，推。哦，他用这个小心推，不是压，推啊，对，推。手工就是有手工，嗯，手工有手工。哦，在打拳呢。哦，没有，这个要有那个运动功夫，对，要有劲，哎，这样子可以做披萨，好酷哦！对，我以为一定要什么用烤的。你知道我们披萨几分钟可以吃吗？几分钟？几分钟？你猜？五分钟。那你已经很接近了，八分钟了。对呀。放上去，开火。开火，来。压下去，哎，好。要吃哪一种披萨？哦，凤梨，凤梨，当然要挺凤梨啊，对不对？吃到什么？肉桂，应该哦，对，你看到了，剥下去了啊！我洗过手了，哦，刚才洗过手，对，动作是在。好了，来，没，这样不好吃，还要再来哦，量不够，不够，哎，对，再不够，不够，挺凤梨，好不好？挺凤梨，懂得蛮挺凤梨，挺凤梨。但是吃凤梨有一个窍门，就是不懂吃的人，对，千万不要用舌头去顶，对。凤梨咬下去用含的，对，含起来都不会刺。对，以前的人刺的不懂都会刺，因为他们刺小小的。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是撒一点cheese，哇，cheese哈，你完全看不，你看起来很会做菜。对呀，我不会，我真的不做菜的。真的吗？真的不做菜，因为我那个两只手怎样？是拿来弹琴的。我不弹琴，说爱。对，不是。好不好笑？大家好不好笑？哇，今天光这一道就好爽口哦！对呀，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 ！OK， 哦，好，盖上盖子。哎，这锅厉害了，不是拿来烘头发的吗？可以，等一下烘一下。八分钟计时开始。OK， 好，真的八分钟，八分钟。以晨老师，你通常在空档你会做什么？微 NG 呀，他就是雕瓜的呀。而且你做菜真的好。优雅，优雅，真的很优雅。那我现在这做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白饭，好，我先示范一个。徒手白饭，这个是啊，陈老师，你觉得我对于食物的认知，我认不出来它是白饭？难道你认为它是蛙桂吗？你至少告诉我它是哪里种出来的白饭嘛？立马彪彪嘛，对啊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做什么？我们现在，做蛋糕，做米蛋糕。哦，米蛋糕，对，要压，你皮吗？你不压，它就松，等一下切了就松散了。哎，对，哎呦，哎，这个要压很紧就对了。来，其实是不是像寿司一样这样压？哎，我正要讲说，其实米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你也可以用到蛮多的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压。好，对，但现在第一次要做的叫米。蛋糕，我是不是应该对观众说，如果等一下做起来不好看、不好吃，都不是我的问题。你不可以讲，他们现在从头看到尾也知道，也知道了。除非说他刚刚转过来的，对，你是刚刚转过来的哈，对不起，这跟他无关，对，无关，我们做。我很怕你，因为我有在学校教学，我很怕你。不会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绝对不会毁你的声誉，哦，我只让你后半辈子不再走这一行，对不对？漂亮，对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老师，那接下来第二层，第二层是坚果，你是会用坚果的方式，是。那第二层我们能不能改变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自行创意啊，食材都在这里，你要怎么做随便你。对啊，包大哥，我们两个共同来创作一个。好，你知道人体最需要的是蛋白质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蛋，我也超爱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要肚子饿，我就吃蛋，尤其晚上。难怪你那么年轻又帅。晚上哦，当然尽量睡前两三个钟头之前不要吃。对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如果真的很饿，一杯脱脂牛奶，脱脂可以，脱脂可以。然后一个卤蛋，我们第三层铺什么？随你，就是现我可以用 Noli， 可以，好，哎 ，Noli 我也觉得 OK， 我用的食材你们都可以用。我没有看你，我们都不要去模仿，不要模仿他，要模仿好像我们真的，好像我们在抄他一样，我们只是稍微，对啊，感觉上我们好像一直要抄他的东西，为什么还看？没有，我在等你用完。对，你用完了。我本来我刚才我看我第一道菜我就想用这个了。这是什么？姜黄饭，姜黄卤肉饭，这个可以多一点。对，这爽口。我也好黄瓜爽。我一点点给我。啊？不是，我才讲说，我不要让陈老师学我。对啊，他刚刚拿了那个还不想给我们。我们不要留给他。来，好了。你不是说一点点？故意。不是说一点点，故意给你没有？他阿里古奇卖货啊。
对，这个一样。对，八只。来，哦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怎么才一回来，你都铺成这么漂亮啊？我们一定要铺满。哇，包大哥。开玩笑，豆哥，你嗑一口看看，我吃一口。对，你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他说有姜黄，还有什么？你试试看。吃不出来。对，它有一个，你知道它有一个香味。不对不对，除了姜黄有一个我吃不出来什么味道，它香香的。猜得出来，中午请你吃饭。没有啊，我就猜不出来，你就下一个给我吃啊。你们两个真的很赖皮。哎，这位同学，我还先包嘞。你包什么？皮？喂。喂。豆干。哪有豆干？没有豆干了，肉末了。肉末有啊，肉末谁吃不出来？我知道，还有个口感，你绝对我讲就知道。芹菜，乱讲。我薄荷，没有。酸梅，番茄，咖喱。对啦。啊，我刚不是讲姜黄了吗？姜黄有姜黄，还有咖喱呀。好，那我要加一个材料，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，所以我先做我的。要的话，你们。那你先讲，先讲，不要讲，先讲，你先讲，你先讲，你要讲吗？你先用讲的就好，你手不要碰，你用讲的。你背对讲好了，你背对讲好了。要加什么？我要加火龙果。你要加火龙果？火龙果，不好意思，还谁？我觉得加火龙果不错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切？然后薄片完，它绝对没有的。我来摆。豆哥有 gas， 你们就不要用火龙果。你又在刺激我，你。哎，老师，你怎么偷了我们两块？那我先离开现场，我不要跟你做一样。不要做一样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还是慢的。我知道了，来，你就切丁，哎，真的不行，我用嘴巴咬。对，改变战略，改变战略，啊，切丁就可以了，根本不要学它，不用学嘛，这已经就知道了，这就是加火龙果，我们是一进到底，我们都没有离开过，都没剪接，你就知道。他现在做的比我们慢，我们等下就说他学我们。对。我都不好意思。哎，好漂亮哦！哎，这漂亮哎！哎，老师，你来看一下我们做的有多漂亮。好。我的天哪！你要拿什么？哎，这是火龙果呢，这是我们刚刚用过的哦。你确定你要用？这是我家。好，那给你。对。那给你这样讲，我们就没话。对，那给你。我们也不能合利用多讲什么。对，合利用。这里怎么刚好有这个东西啊？要不要加一点？坚果肉不是在最上面，好一点点，碎一点。对，要挑碎的。碎一点。哦，哎，坚果酱味道香哎，好看。老师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老师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里？老师，老师，你不要直接进卧室嘞。老师，你要什么？我有秘密武器，我不想给你们看。这里还有什么？我找红枣。你要红枣干嘛？红枣香是不行啊！你居然在做花柜哦？养生好不是啊，那花柜了。你拿得到的都可以用，谁？我问一下，这两个东西哪一个比较好？这个对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对不对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优格最后零。对，好。优格最后。然后啊，不是，都被你弄完了，到时候我不抢。跟我抢饭啊！不行，我这个红。对啊，你红色的啊。那么上好吃了。来了。我听完真能量厉害。我无爱。对。对，鸭饼，鸭饼，他最喜欢是什么？鸭饼，菇饼，对。哦，这个城市，哦，哎，漂亮哎，我跟你讲，最漂亮，我讲，等一下拉开来的时候，它侧面一定很漂亮。Yes。哦。它侧面一定很漂亮。为什么这么粘手？来，因为它饭。等一下再压一下。等一下我过。这个不能加。呀，好聪明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刚刚加的时候，老师的脸这样。他是用他要加那个的，他是用窃笑的。对，所以那个不能加。所以你要看这个，看他表情看。所以优格可以加，优格一定可以。啊？优格可以加？我不知道。耶！我觉得优格可以。慢动作。
做我们超简单，你要先要把杯子埋在里面。Yes。哎，那个挖工给我好不好？哎，要比大的啊，这哎，要不要水桶？我的，不一样，我们比较高级，用酒杯啊。对，不行，那这个会裂掉，会裂掉。静观其变，好，我们先让他走一步，你知道龟兔赛跑，对，兔子跑，对，哎，还是会被乌龟追，还是被乌龟追过，因为他中场他会休息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最好的方法，你在那等，就跑，你要去哪里？摘花。哦，摘花哦，好棒哦，跟你去，我跟你去。什么花？这边有什么花？芳香万寿。哎呀，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也超爱的，哎，你等一下哈，你看，哎。这个就是芳香万寿菊的嘛，哎，我真的觉得，哇，这个很棒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哈，就这样，哦，这个很棒，这个，哎，包大哥，我在外面找到一个东西，我觉得不错，哎，你看，是，好，那你们先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都可以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机无毒的，没有农药，你就可以擦下去，哇，好香哦，芳香万寿菊。这是芳香万寿菊，哎，喂，你的海苔在上面呢，你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对，哎，我拿到碗，哎，漂亮吧，哇，这搭起来太美，哎，你怎么拿跟我一样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会拿跟我一样的，好，你先做，我再做，啊，不要，这样，来，我们有什么好礼让，你先，真的，哎，老师你先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现在来把这个大家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的嘎博菜吧，嘎博菜，然后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你看它的颜色，这个红色真的好美哦，它有分季，好像个美女会在嘴唇上的口红，像白姐一样，剪不掉哦，黄的。黄色，而且他们的颜色真的好显眼，你看这个红跟这个黄，超级明显哦，好像那个红跟那个黄天椒的那个颜色。而且刚刚我问老板为什么不直接用拔的，因为他说这个素菜他们不吃它的根，这个根就不吃了，他们只吃叶，所以这个就可以用丢的，这个不用吃，就可以秋分的样子哎。哎，以后不用说话，就送这个。哎，美女，要不要个瓜婆菜？哈哈哈哈哈！漂亮，新的溜，来。用完，你再去采，你再去采，给我一点点呐、啊，我们这样就够了，好，我第一次被主人挤到边边的，那我安妮啦，不能偷看啊，好，等一下，砍插花是我跟你讲的吗？要不擦这个？哎，不错，不能整个放了。真的吗？来，摆盘交给我，摆盘交给我。Battle， 好像有对抗赛，不开玩笑。哎，哇！等一下，请问是哪一位仙人？你为什么？人家擦得很装置艺术，好像我没有缅怀过去一样。你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个麦，到底是脚尾还是脚头？你指呢？哎，哇，他爸很镜头，我很认真的啦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站起来？他也是啊，人家还有花瓣，你看，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我爱你，人家都有花瓣的，你呢？真的，你看够贪心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摆啊，哎，我们这边多空啊。就我跟你讲，洋葱，洋葱，含泪的微笑，给我一个微笑。好老的歌，算不算？可是我还想知道那首歌是什么。春天的老板，那比我什么？我已经出道40年了。
我这首歌跑跑跑四年，对对对，他差不多八十年的历史。哎呦喂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哎呦喂，孙晴大哥的歌。哎、欸，松柏长青，松柏长青，我们这属于高山的彩虹，因为高山才有来到了山里面，对对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刚才要去哪里啊？你跟他去一下，你跟他去一下。你是被你逗了？今天吃饭的饭票。啊，哦，嗯，好好，都可以吃的，你看看，哇，这可以吃啊，生吃啊，生吃可以啊。哇，好漂亮哦。超美的咦！你看，我先回来，超喜欢。蝶豆花，对，你看看，蝶豆花，蝶豆花，来，你摆，你摆。其实，不是蝶豆花，这个是三色堇。你看，我们算是立体的盆栽，对，很立体，很立体。来，优格火腿。好。哎，他还有盘子。哎，我们拿个盘子。下面有，下面有。很计较哎。哎哎，我们的盘子还比较漂亮，是吧？嚯！哎，哦，你是盘子，我怎么拿到挖狗？来来，拆一下，拆！你看我们盘子还有什么？拆！多漂亮！等一下，他怎么出来？趁不要告诉你，趁你不在。哼！哦，谁不知道怎么出来？然后呢？对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漂亮！你看，因为它有绿色，我没有。把我的绿色用光了。对，我们用什么就说我们用光了。犀利，我还说你抄我的呢。对丢。等等等等。啊，等等等，优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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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走边边，走边边走边边走。其实边边就好，对，不用整个泥会揉匀，就是边边，哎，就是感觉哇，超有感。哦，碎碎碎碎碎碎碎。你水，你顶起火搞到当个顶完，你讲水。那我家己腌，我放的搁较水。哦。哎哎，老师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很酷哎。很酷哎，真的很酷。哎，我说在刚跟你像，虽然说我们调皮了一点，但是哈，来老师站中间，老师站中间。这个整个做起来，这个颜色其实蛮惊人的哎。这个是人家最高是几星级？五星的是吗？这个是八星级的。哇，八星。超漂亮的哈！人家旁边最后还有摆盘，还没结束。哦，还有，你看他都不讲。你看，你把番茄拿走，他一定会用到。对对对。薄荷，因为那最后摆设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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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